阿英嘅人平时睇起嚟好坚强啦，好独立啦，其实佢系好需要一男人去锡佢啦，关心佢啦，同埋照顾佢。我从来冇俾过佢咩特别嘅惊喜，我亦都冇试过可以感动到佢为我流一滴眼泪。对佢嘅印象好单纯咯，成日俾我虾咯，跟住对朋友好好咯，对每个人都好好咯。唔该晒，上次祝你一切顺利啦。所以阿伯其实喺 night club 嗰度有个 function， 佢需要人气，所以嗰晚我嗌咗好多朋友一齐去啦。嗰阵时，系我第一次同佢真真正正咁样大家谂喺一齐。过两日后我就约佢出嚟睇戏啦，好似喺车跟住就逐渐放手。我就问佢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咯，我觉得我就答应佢咯。其实我好 surprise 咯，因为佢有一个 friend 系喺新加坡翻嚟，我一见到佢，哇！我真系觉得。佢朋友好有心，而且我呢个未来老公真系几好好，佢可以揾到咁多 friend， 而且其实佢咁多个 friend， 佢嗰度可能都系三四十位啦，觉得有一啲我系冇见过嘅，甚至乎佢可以揾到我细佬啦，我个表哥啦，我表妹啦，跟住有啲通常都系出去玩好 close 嘅 friend 出嚟啦，所以我睇到佢咁多位朋友，我都好开心，好感动啊！我想到他会喊咯，我亦都冇谂到他会有咁嘅感觉咯，但系比我想象中个效果真系好好多。家里人为什么在？